弟弟，这是你的汤马士王国哦！哇，你有几台汤马士？数看我看。数看看，我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有11台啊！好，那我们一台一台看哦。这台是什么？我要玩这个。这台是红色脸小汤马士哈。不是，这个是汤姆士。哦，它是汤姆士哦。我要拉它。那这个嘞？这只是什么？这只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胖火车。胖火车哈。对，它没有号码。这个5号，这里写过五。这个是老火车，所以才没有它没有那号码。个。对，哦，好好好。这个应该是老师。老师哦，那这个嘞？这个是什么号？这个那是什么事？6号啊，这台是叫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们这台是1号。1号，我怎么每一个都有脸，而且长得都很像？好好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也有脸呢。你每个都是有脸的火车哎，好恐怖哦！哎，这个不是火车，这个是巴士。这个是什么事？这只哎，这个是保健室，保健室啊。你喜欢蓝色，它也是蓝色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台就没有脸脸了，这台是没有脸脸的火车，它是车厢。那我们看一下这台哦，这台嘞？这台是11号，这台是1号，这台也是耶一号，这台是什么？没有号的。这个是油罐车吧？这个是油罐车，这个是加油的，因为火车它没有油，它必须要装这台给它加油，知不知道？知道吗？哇，弟弟真的好多汤马士哦！弟弟，你要说好，不要不见爸爸，了。弟弟有2台汤马士。好，弟弟，你那么多汤马士，还有汤马士好朋友，你一定要收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